天才去捞，好爽哦！好爽啊！捞哎，捞啥耶？我再去打入场物鱼，顺便去捞，好爽！你好夸张，猪脑王会很羡慕你哦。谁是猪脑王？谁是猪脑王？好像是这个今天全身很累的嘛，对不对？被团团吗？没有，好像团团让你很累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今天十二个人哦，哇哦，哇哦，我们来玩一个超级间谍赛啊！好，就是间谍赛，间谍，因为现在六个人一队嘛，所以间谍正常来说可以隐蔽的比较久。对，那间谍如果活到第二天，他如果自己自爆的话，国王要主动让他炸死，然后其他人不能干扰。哇塞！间谍。就是让间谍可以努力的隐蔽自己，那他第二天白天十分钟以前自爆的话，那就可以行使这样的权益。国王就是要让他被炸死，然后其他人都不能帮助。天哪！但是要接近，就是要接近十分钟啦，才可以炸。就是炸完你就要被票回去这样子。哦哦，然后还没有，如果你想要赌，继续赌下去，你活到第三天没有被票走的话，你第三天自爆可以炸两次国王。太爽了！第活到第二天就可以现赚1000分，那你要继续赌下去，活到第三天就可以赚2000分。哇！那他居然要把宝石送到对面去啊？对，就一定要看他送回去，不能去干扰。干扰太扯了，好爽啊！对啊，不然过往有没有间谍这个隐蔽自己都没炸到国王就很可惜了。今天人那么多，超级间谍赛，哇哦，那间谍就可以全心全意的隐蔽自己也没关系。对，今天怎样都要快装死啊！国王想什么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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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奉承。但你要想，这也只是1000分跟2000分而已哦。嗯，要看还是要看场上的状况。好，看我想到什么地图，6000分，随机，峡谷平原，平原6000分，也是等于拿了1/3的分数哎，平原六个人6000分啊，可以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哇，这样子很刺激哦，对，间谍的那个任务好重大哦，天哪，对啊，记得就是你自爆的话，就因为他就是白天前十分钟是不能投票的。是，所以你自爆的话，行使权益就是要靠近10分钟的时候才可以哦。不然的话，你有没有你自爆完回自爆完之后，你还可以乱炸，那就太犯规了。也是啦，也是。那就来了，随机分队分哦。哎呦，哎呀，造命！那队感觉很难猜。哎呀。哎呀，上次本季都猜不到，我们只有魔女啊，魔女没有，他已经讲实话了，他说就是他自己有没有？不要再说我了啦，来，我们下去吧。我的密码多少啊？什么密码多少？多少啊？这合并聊天室的密码。哦，这个当间谍，这一局当间谍好累啊！对啊，我好累哦。其实不会啊，当间谍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，真的，什么事都不要做也还是会被抓。我以前就这样啊，我上次就什么事都没做，是不是跳走？我不做事也被抓，做事也第一个抓我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那早先抓你啊。对啊，真的是。我已经随缘了，随便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36秒，我聊天室的密码多少？哇，繁星忘记密码，开始喽！了，繁星。哦，小雨，小雨国王，20国王。我的好，团团是间谍，团团是间谍，为什么？团团间谍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就只是想投你间谍而已。哦，你们可以投我没关系啦，但是你们投我就要有个风险，是第二天会有人自爆1000分，就这样。哦，很呛哦。没有，我刚刚没讲话，我是直接在听，说会不会有人语气怪怪的。哦。哎，要挖几层啊？国王，国王决定啊。多少？我的密码是多少？
40乘4倍，好，40乘，哎，中介珍珠在我身上哦，我都拿了，好，好，这个地图有中介珍珠哦，我第一次知道，这个地图有啊，我记得有，哦，这里有。哎、欸，我珍珠放箱子，等一下有铁镐的就哦不，有钻镐自己去拿哦。好，哎，那边还好吗？4块。嘿、hey, ，等一下，哈金。啊？你们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讲话故意断断续续的、啊？哈金，等一下，我刚以为我没开麦，我马上关麦。诱骗成功。哦，所以你们在骗他这个哦？哦，没有啦，我说后面有铁啦，就他不理我，然后突然不见了。这边是哦，不是云月的路拍这边。那我的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想到这里高高的，怎么会有峡谷？你为什么要把路给挖掉呢？你是不是间谍？我就不知道你的。哎、哦，不是，你看清楚，你的路没有被挖掉哦。那是我扑回去的，是他就是。这段是我扑回去的。随便点头。哎、欸，影、欸、月，你今天好积极哦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怎么了？我很不习惯嘞，说实在，你平常才不会这样嘞。影月，你今天怎么了？老实说，很反常哦。不好说。我在说。我有身份不好说啊。你有身份不好说、啊，这身份只有一个，你是谁嘞？他歧视谁嘞？我有平民的身份啊，我预言家啊，预言家，好哦，好哦。等一下，蓝队国王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血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是没有拿。其实你没挖到金哦，啊，你没有金哦，我还没稿子还没换呢、欸。啊，完了，你月稿子换了、啊，你说换了挖到黄金矿没有？对啊，完了，交易23块，73块 ，no。啊，那完了，来不及了，应该是来不及了。哦，好哦，哇，已经被挖走了。阿纪回来，铁，快点。好，好快哦，好快哦，快这么快？我的聊天室到底密码多少？谁知道？我记得啊，没知道。忘光光了，忘光光了，忘光光了。怎么大家这么快好奇怪啊？聊天室。真的耶，确实今天大家特别亢奋，都来亢奋。哎，被叫进去玩之后，什么叫一人一个？就一人一个啊！来，间谍出来签。这个啊，好，可以。你在干嘛？没有啦，看到金砖忍不住。你不要看我地上，你乖。我没有看你地上，我看我的地上。你地上有什么？你地上有什么？黄金哦，热的，不捡起来，刚出来的，好恶哦，刚出来的吗？从刚出来的吗？刚原来是刚出来的，算了，我不需要聊天室，刚出来的啦，晚点再看。哎、哦欸，这是恶灵，吓死我了！反正聊天室没人打字，他们搞不好有打哦，别这样。没有，我有看啊，只有 Twitch 有聊 ，YT 没有啊。哎呦，好，大家都不打字，不要潜水哈。这个聊天室大家都在潜水，真的。听说打字会变帅哦。他这种钱那么多，我要去换稿子了。哎、欸，要300哦，注意。钱那么多、哦，谁要结婚呢？注意结婚哦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穷了。现在谁跟我结婚，我就得跟他离婚，因为我才比八，我什么都没有，都钱都没有。哎、欸，你跟他离婚，你会负债呢？啊、哦，对哈、哦，我忘记我上一次的负债人生了。对哈、哦，我要离婚，现在不能这样玩了。看你离。然后结婚谁？哇塞！快生快生！你坑人哦。好坑哦！好难啊！太坑了吧！太坑了！哦！哦，好了好了，我去弄那个，我去弄那个啦，附魔台是不是？努力啦，努力先，努力先，努力，交给你了。我在了。啊！有没有看到？都
朋友都没钱了，还要跟朋友拿红包哦。对啊，这架势哈，是哈，哦，要直接升到三了啊！哦，你很阿莎里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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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免你一死。哇，原本会死的吗？差点就死了哎。哦哟，我为什么最近玩王国都要还债啊？哎，为什么国王你钱那么多啊？啊，收税啊，收税。国王哦，国王收税吧，我想。他是不是没有去升装备啊？要不要去升一下、啊？对啊，国王，你去升，你去买技能先啊，国王。不要有人理你。我们的国王有点……哎、欸，国王走，我可以挖他的黄金啊！哎、欸，哇！哎、欸，给他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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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啦，不要，死罪！刺他一死，快刺他一死！不要，国库哎、欸。对啊，国库哎、欸，这样子。不是，我挖完我才，现在你看我八块钱而已。哦，还是国王的啊？我很穷，我很穷，不要这样。不管怎样都是国王的钱。对啊，不管怎样都是国王的啊。哦。啊，哎呦，我零了，我零了，我零了。我还负十二。哎，我们的国王是不是聘有点高啊？对啊，国王你可以讲话吗？国王，国王。哎。对、哎，我是看你的那个 tab 的那个蛮精彩的、嗯。国王还在，还在。国王会瞬移吗？国王你会瞬移吗？哦，原来我一直以来把20调到10%，难怪是觉得他声音好小。你为什么把它调10%？你对20的声音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看其他人奇怪，20声音都很大，为什么我的台20就很小声？你什么时候把它调10%的、啊？我不知道。人家。原来你们两个已经有心结这么久了，所以你那时候你的音档我都帮你拉了6个音档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声音就会变得特别大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那个剪辑的影片不就是会一大堆片段，然后音频上上下下？对啊，哇，超累耶，剪辑好累啊。来不去看，二零你哈。20你都不去看我的影片，换麦了，20，买下去了，买的啦，买的啦，那个买了一个套件10,000块，一定值回票价，可以了，有钱再说，有啦，你哦哦，你声音变好大，好不习惯啊，20变大了。哦，原来变大了，哪里变大？变二哦哦，什么哪里变大？你讲什么？就长大了啊？怎么了？啊，二零，你讲，二零，你想想什么？你说啊，没有，就是好奇，好奇哪里？啊，好奇，你好奇自己哪里长大了？是吗？我理解啦，我这个我可以理解，对，我可以理解，好奇宝宝，对，每个人都会有好奇的一面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，合理合理，合理合理。讲啥？518哦！哎、欸，有人在破坏我们家了、欸，这么快？谁啊？在补我们家的？谁这么坏啊？对啊，谁啊？这么勤奋啊？勤奋破坏我们家，还是勤奋补我们家？没有，我们刚刚哪有开车？我们刚刚绝对没有在开车的。是20啊？对啊，是20自己在。嗯，我们只帮他加油而已。哪里变大错了吗？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很正确，正确。这个对话非常正确。可是，眼睛变大了，眼睛变大，变漂亮了。不错啊，变漂亮啦。还是你的眼睛变大了，眼睛变大，好像也是可以哦。最近运气是不是有点好？挖了4个金矿，2个金砖跳出来。你很扯！你跟大家讲，你今天猫战你抽到什么？真的是啊，嗯，我抽到什么猫打什么的啦，很夸张哎，很夸张哎，哈基又挖我的金矿哎、欸，没有哈基，我跟你讲，他抽到那个的程度是什么哈？就跟那个黑兽牙王同等级的，你知道吗？哦。超黑兽牙王是什么等级的？就是比你一般抽到的超级还要更稀有，就这样。传说、哦，真的假的？没有没有不也不是传说，但就是它的稀有程度很高。就是现在猫咪季开始了嘛，那猫咪季它封面不是有3只吗？啊、哦，就我抽到手上面其中一只，好夸张！哦，杰克暗恋，杰克哦。杰克是不是永远都当小三啊？哦、是啊，小三杰克，小三杰，他永远是当萝卜的那一个。萝卜，萝卜是什么？哈哈，为什么不给我、啊？
就有什麼哇哦，哎呦，金苹果，国王，你换东西了没啊？换技能了没？国王，你快去换技能啊！国王，换换技能，先去换技能，再换装啦，技能比较重要。一个技能，一个技能，那那叫什么？偷东西哦，无敌，无敌，谁偷东西？巧克力。他偷什么？所以你跟他离婚了是不是？因为他偷东西，他杀我，然后你把钱给他是不是啊？他杀我。哦，他偷什么？中介珍珠吗？他偷钱。为什么会偷钱啊？顺走了，你钱是领出来放在外面的箱子。他顺走了啊？对啊，顺到桥中间了。他顺走了。嗯。偷钱，钱还来。为什么会有钱？你怎么偷的？对啊，可是为什么会偷钱啊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技能啊，技能啊。哦哦哦！不是因为他砍了你，然后钱不见了。我以为是砍了，然后钱。我以为是指这个。对，我也是。奇怪，怎么跟怪怪的？怎么这么厉害会偷？新技能，新技嘛，新技。哎，那个，嗯，在想，哎，我要不要去玩直升机啦？我去玩直升机。那你要不要待在那个珍珠区啊？他们也要准备玩我们直升机哦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同步？你们同步哎。哇哦！去直升机这四个字超同步哎、欸、！DC 要同步其实很困难哎、欸，因为会有延迟。对，好猛啊！所以你们一定有人是哎，拜，你们这是同时哎、欸，同时哎，好好屌哦！这边要卷出来哦，真的是很猛哎、欸！我没有听过 DC 这样子没讲好异口同声的，真的，有没有？就跳出来看到啊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刚刚仿佛有几秒。